具体哪些公司是 LVMH 的子公司呢？时装与皮革制造商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是我们熟悉的，比如娇兰创立于1828年，迪奥创立于1947年，纪梵希创立于1951年，芬迪创立于1925年，宝格丽创立于1884年，蒂芙尼创立于1837年。原来我们喜欢的这些品牌都是贝尔纳、阿尔诺的。有你喜欢的品牌，请留言私信我哦，交流心得。